不过开皮到现在还没有开张，要赶快来修正一下。周伯勋带进一步的中距离出手，空心球被抄掉。周伯勋再分出去，陈立焕没有好机会，交给艾德，空心球 for three。这球又被艾德给抄掉了，面对李青。怪不得这个是全联盟里面助攻次数最多的球队啊！好，艾德在这次，哇，陈建恩要在切传之后被艾德给拦堵。最后一波进攻，来看到简浩，可惜他的体力的消耗会非常的明显。不过还好，好消息是因为浦原在各 miss 一球，艾德这个抛投手感好。所谓的骗掉就是你到底线，站到有利位置，把对方卡住就不走了。艾德交给周博勋，艾尔迈尔。艾德赶快要来帮球队来止血，碰碰要到位置的，面对王浩吉起来，左手这一放，可惜力道轻。艾德，塞瑟夫跟上。当陈坚开始单打独斗的时候，台皮的球就没有施下这种帮忙防守的动作。蒋玉安。